欢迎大家来到黄总午夜场。话说呢，在今天呢，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哈，你看到报纸头版头条里头啊，今天在报道什么东西呢？今天报道是泡沫说哈，关于这个台北房市的一个泡沫哈，报纸里头你看到很多关于泡沫的一个字眼呐、啊。来，头版头条看到我们财政部长张盛和讲了台北房市泡沫化，台北房市泡沫化哈。其实这样的一个议题哈，在探讨很久了哈，包括呢我本人在这个假日哈，全方位理财教我们的公益节目哈，每个假日中午十一点钟呢，这一方面的问题方式问题我们也探讨过了哈。那这个所谓台北房市要是泡沫的话，这个应该要怪谁呢？问题出在哪里？那比方说我们财政部长讲了，侧标里头有讲嘛，这个问题症结就在于货币太宽松啊，这个是央行的责任了哈。所以财长讲说，哎，这个是由于货币太宽松啊，责任归属央行。央行却讲了，要遏止涨风，租税政策才最有效嘛。啊，说我们央行呢，又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问题症结又推回到财政部的一个手上啊。那反正你推给我，我推给你啊，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了哈。就陈儒呢，来，你看到了这位学者庄孟翰，这位学者他又讲了哈，你们反正政府之间啊推来推去啊，如果都没有作为，如果都没有作为，这个泡沫永远都不会破啊。大家反正推来推去嘛，踢皮球一样嘛，然后都没作为嘛，泡沫当然就不会破了啊，所以呢，他讲了哈，照这个样子下去啦，到时候哈，这个每平四百万、五百万的，当然指的是台北市的了哈，每平四百万、五百万的一个时代，很快就会看到的哈，泡沫又怎么样？它可以再越吹越大了哈。那好，在今天我们节目不是真的要跟他探讨呢，关于房市到底是不是泡沫的一个问题啦。因为我们财政部长呢，在他也做了一个比喻了哈，他很感慨做了一个比喻，我觉得相当有趣哈。来看到哈，内文里头他讲了哈，关于这个国内房市大好啊，当然就会排挤到股市的一个资金了哈。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台股量能低迷的一个原因，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哈，肥了芭蕉啊，指的是房市哈，当然就会瘦了樱桃，指的是股市，芭蕉与樱桃哈，所以在他眼中。这个房市可比是芭蕉了哈，那肥了芭蕉哈，然后呢，股市可比是樱桃，瘦了那个樱桃哈，第一个东西了哈，请问一下，他所讲这逻辑到底对不对？由于呢，这个资金很多呢，大家去所谓炒房、囤房啊，这种情况之下，于是乎了，股市没量，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我告诉你哈，这其中真的有这样的逻辑关系，真的有这样的逻辑关系啊，包括大陆股市也一样啊。大陆股市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这个房市呢热腾腾的哈，所以你看大陆各大城市呢，几乎通通是在涨的啊，一路涨情况之下，但是就股市涨不起来，就股市涨不起来嘛啊，原因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的确有逻辑关系，的确有逻辑关系啦，但是又是它的一个比方了哈，说把这个房市呢比成芭蕉，然后把这个所谓的股市比成樱桃的话。那我想跟这个市场里头很多人的一个认知可能刚好是相反啊，刚好是相反啊。为什么？在很多人的眼中，现在房子可比是樱桃，哪一个东西比较贵啊？樱桃比较贵啊，芭蕉比较便宜啊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投资人他眼中啊，哪一个房子可比是樱桃啊？可比是樱桃啊，对不对？大家越强之后，这个樱桃还节节高升，越来越贵呢。那说起来的话，那股市就可比是芭蕉，便宜啦啊，那个便宜的东西反而是没人要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反正不管你怎么比喻了哈，这个谁在人呵呵？好，那如果说这样比喻呢，如果说就市场投资人眼光来讲的话，那是不是哪天呢？反正大家呢觉得对这个樱桃不再稀奇了。像我讲的嘛，应该把那个房子比作樱桃嘛，觉得那个樱桃不再稀奇了，回过头来买一些芭蕉。哎，照理说了哈，既然樱桃比较贵，那你说呢？不管你买不买樱桃呢，那你随手再买一些呢，所谓芭蕉也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芭蕉比较便宜啊，你掏些钱来买芭蕉也，对不对？这个无所谓啊。那问题是为什么这个钱流不进来？我告诉你一个真解好不好？如果像股这样投资人所想的，房市才是樱桃，对，比较高贵；那股市可比是芭蕉，对，那个东西应该比较便宜。但是我请问你，为什么不顺便掏一些钱来买芭蕉呢？我告诉你，原因就出在芭蕉也不便宜呀、啊，是不是？问题就来了嘛，
照理讲股市这个可比应该可比芭蕉比较便宜的东西啊，那问题你要买它，你才发现它便宜吗？它也不便宜呢。拜托，请问一下，现在的这个指数，这今年以来最高档，目前指数今年以来最高档不是吗？啊，所以请问它便宜吗？它也不便宜呢，它也不便宜呢。问题说这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之前创了8476这个高点啊，请问呢？最近又来到8437，不是在今年最高档的地方吗？啊，这种情况之下，啊，不是就是所谓呢，芭蕉也不便宜吗？它也不便宜啊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这种情况之下，把那个所谓大户呢，啊，都离开股市，然后去炒房，啊，你把他赶回来，你把他赶回来的情况之下，请问一下哈，他要给你拥抱最高点吗？既然那些是大户的话，大户很聪明的啦，大户很聪明的，他什么时候会回来？什么时候会回来？当然，如果从你打房真的打房有效，房子改天下跌，然后在房子里头赚不到钱了，他要跑回来，他也要看看那个股市那时候变便宜了。股市没有变便宜，他才不会回过头来跟你拥抱那个高点，晓不晓得？重点在这个地方嘛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说了哈，有谁真要把它撑在这个地方的话，你这把撑在这里有用吗？没用啦，你真的撑在那里的话，你会发现一样没量，一样没量，是让它呢啊，该跌就跌，该涨就涨，那种情况下量才会一步一步滚出来的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那不管怎么讲，像刚所讲的一个情况嘛，啊，请问一下台股啊，如果反过来把台股比作芭蕉，它便宜吗？它不便宜，它不便宜啊，不便宜是为了什么？欸，因为这种情况之下，就大家期待的啊，啊，现在目前呢，12月份岁末年终啊，有一个所谓法人年终做账的资金行情嘛，啊，所以呢，这种情况代表十二月这个行情它必然就会节节高升，给它封关的时候就会收在高档，这么简单的一个认知。请问这么想的话，真的正确吗？这么简单的认知，这么想真的正确吗？真的正确吗？来嘛，如果说只有台股有那个所谓年终做账哈，年终法人做账的一个资金行情，那请问别的国家都没有吗？别的国家就都没有，只有我们台股有，这是哪一门子的道理呢？不用比谁嘛，哈，那不用比那个欧洲这两天啊连续大跌哦，哈，啊那个不要比，你说那个太远了，好，没关系。那比一个跟我们最近的哈，那这个你看到它的长相，这个日 K 线长相看起来跟我们还真像啊，熊熊，你要以为那个是我们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台股加权指数在这里，这个是南韩首尔指数，两个长得这有够像了吗？两个有够像了吗？啊，单单来比一个东西，谁比较贵嘛？啊，谁比较贵？你看，哎，南韩首尔指数涨到这一前一波涨到2063之后，给它掉下来，掉到1963，然后再拉起来，哎，接近前高2052，跟我们情况不是很像吗？对不对？8476打下来到809，再拉起来到8437，非常接近，它也非常接近。问题来了，它连续呢四根黑棒，这四根黑棒已经掉到1971啊，相当接近呢之前低点，相当接近之前低点。那我们呢？谁比较贵？来，我们现在还是接近高点，还是接近高点啊！今天虽然收黑，还是接近高点哈。人家他已经接近低点了，他是谁？首尔指数已经接近低。哎，如果首尔指数接下来再破低点，我说真的，你真的还要笑想那个所谓台股本身反正就有那个呢？啊，年终法人做账的资金行情，哎，人家各国都没有的话，啊，这一下子只有我们台股有吗？人家如果都没有了，啊，就只有我们有吗？啊，你说，哎，我们现在没有在跟别人走啊，啊，真的要跟的，我们跟谁？我们是跟那个美股啊，啊，美股的话说起来说，哎，欧洲大跌，美股有跌吗？看那个纳斯达克指数，相当也都没跌啊，啊，对对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不跟别人，我们就跟那个时候美股，跟那个时候纳斯达克指数，就跟他。你要是跟美股的话，那我也是呢，特别举出他。今年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世锦的什么美股泡沫有利？哎，他当时一得到了哈，一两个月前一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，第一个警告就叫房市泡沫了啊。接着他现在警告呢，股市泡沫，而且他最忧心就美股，最忧心的就是美股啊。啊，说你我们就跟着美股的，谁说美股一定就没变卦？谁说美股一定又没变，就不会变卦呢？当然有人讲嘞，哎，只要有上头这一个，你看到哈，耶伦啊，有他在的话，当然就没问题了嘛。耶伦力挺 QE 嘛，美股多头就会延寿嘛，哈，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哈？那我们现在不敢确认啊，但是说一个东西了哈，十二月份的气氛是不是一定好呢？一个东西，现在耶伦还没接棒，
现在还是伯朗科啊，请问一下，今年度最后一场的 FED 决策会议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12月17、12月18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一下，到时候决策会议出来的情况下，会不会有万一呢？万一耶伦还没给他接棒，啊，就开始缩减购债了，可不可能？没有人敢讲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吧？对不对？那当然，你说如果真的要给他呢，阿莱克缩减购债啊，这种情况之下啊，如果伯朗克真的要在他交棒之前呢，要做这样举动，当然要配合所谓呢啊，这个经济面的数据啊，数据越好，来看，比方说了，美国新屋销售率冲高哦，就业超优哦，刚刚出来的报纸吗？啊，这种情况之下，大家会不会因此觉得是利多？现在反而不会了，经济数据变好了之后，大家反而会担心，担心什么时候？我提醒你了。12月17、18 FED 在今年度最后一场的决策会议，到底到时候决策结果会怎么样？我喜欢答案吗？我当然不可能知道了，谁有这样的一个内线，甚至连他们现在决定怎么样可能都还没决定出来啊，都还没决定出来啊。问题我是提醒你哈，到时候如果气氛会变紧张，是因为什么时机点？所以你不要心里头一直想到，现在反正年终岁末一定就有那个啊，所谓法人年终做账资金行情，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你不要那个气氛越搞越紧张就好了哈？来 ，OK， 今天在盘面上啊，一方面呢，不是盘面了、啊、哈，报纸上呢，一方面报的都关于房子泡沫问题嘛，啊，另外一方面报什么？另外一个报的呢，是这个东西的。来，大陆四 G 建设启动了，要引爆2.4兆的一个商机啊！对对，之前是我们4G 4兆先换大陆啊，两个相当于呢啊，一起来了，一起来了哈、啊。那关于这一方面的话，当然今天你可以看报纸呢啊，里头报了很多关于这个4G 概念股的啊，这个报的相当多了。那4G 概念股的里头，我说头号的指标在哪里啊？头号概念股呢，这一档波多威开盘没两下子拉上涨停板，没两下子给你拉上涨停板，股价这样创新高了。那请问这个东西我看对了吗？我看对了吗？我没看对呢，我没看对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之前我都讲到波多威，我讲的是什么？忠实观众们很清楚嘛，都是提醒你的，提醒你这样的股价呢，累积涨幅已经很高了，我很怀疑它到底能不能再创高啊？人家不是涨这样啊，给你创高拉涨停给你看吗？算他厉害了啊！请问一下，算他厉害，我会不会受害？不会啊，我一样没受害。我在节目当中，我坦白告诉你啊，这种个股我会空吗？我不会，我不会去空它。为什么？人家是获利成长型的头号概念股，这个题材本身没有错，它的获利、它的营运前景没有错，只是呢，它累积涨幅高，我不想玩它不可以吗？我不想玩它不可以吗？啊，就这么一回事嘛。不是我们对4G 有成见呢，4G 本身这个题材好吗？当然好啊，对，一直到明年的话，它到时候需要的一个商机，它会啊，对对，它到时候呢，所谓基础建设这一方面呢，对台股来讲会不会受惠？都会啊。那所以呢，啊，到头来你发现，波若威今天创高，但股价还没有锁涨停呢，股价是没锁涨停呐、啊。那结果给它锁涨停的是哪一档？到最后是4G概念股。锁涨停的反而是智元，锁涨停的这档反而是智元啊。请问一下智元，大家对他了解吗？智元对他了解吗？一个东西嘛，股价会说话。请问一下，智元股价说了什么话啊？对不对？如果说我今天我真的要，真的说对我来讲，我也想要去买，当初要买什么？要买什么？是这种东西没错，是这种东西没错。来，我们现在看到一件事情哈。啊，很多股票是累计高涨幅之后高高在上，但是致远来讲的话，今天才给它创高，最近高点今天才做突破吧，在之前来讲的话，相对是低档哈。那么一个东西啦，日 K 线里头高点在403，低点在29.5哈，那你就必须了解一下了。啊，我们再讲嘛，不懂半对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，对致远先有一个概念哈。这档个股毕竟是今天在4G概念股里头唯一给它锁住涨停板的哦。想要了解它的人，对它有兴趣的人，来看一下一个数目字多少呢？35.8，写上去呀。P3 35.8，这个第三小关啊，难怪之前拉到35.95之后上不去啦，之后股价就跌下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之前。这是之前呢、啊，刚好碰到关卡给他下，所以今天的意义在哪里？不只是过前高，而且他过关，今天他相当是过关，
创高的同时它是过关，这个东西才有意思啦哈。那再来说，哎、欸，啊，崇哥，不管怎样讲的话，现在可比是放马后炮了啊！啊，人家当然就创高了啊，过关了又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当初问题是在低点的时候，啊，低点的时候呢，啊、大家为什么不加以理会？低点为什么不理会他？谁说我们不理会？来看到，你要看到他低点29530.45的话，就必须放大这一张周 K 线了、啊。这一张周 K 线这个大背景里头，你所看到的一个情况。请问当初呢，很多人已经涨得高高在上了，但是他呢是沦落到低档，他是沦落到低档。那沦落到低档的话啊，没有关系，反过来嘛，一样计算一下。不懂半对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没概念，对不对？请问他有没有整个呢？啊，都给他破线走空呢？有吗？来看到一个大背景，21.5到52.7了哈。来，做一下学理探究啊。Here， 来一个东西。计算给你看，来一个数目字出来了，多少？40.3，把它给写上去哈。P3 30.3，大关卡30.3，你看到曾经一度跌破29.5，破一千而已，马上缩脚上来，再来一次，往往就会对准，再来一次，往往就会对准，是吗？这是放马后炮吗？来看到哈。之前十月二号，智源当时股价哎开始35.95，遇到压力往下掉的时候，我给会员计算第三关30.3，哎，这个是我给会员的附图解说啊，等着他来，对不对？周 K 线是不是这个样子？除此之外，再来看到10月2号，同时附上日 K 线，当时智源股价在这个地方，日 K 线里头第三小关在这里，我说干脆给它跌破好了，跌破之后给它下来，不是要破顶哈，下来所谓的回跌而不破底的话，要踩住最大干四角在哪里？302这条虚线，302，再来看到这一个大关303是重叠啊，所以等着它来，什么时候附图解说？10月2号。来，你看到哈，10月2号，我给会员的附图解说，同时传真里头这个样子写着了，啊，对不对？关于这个讲的资源啊哈，啊，这个所谓下档最大干支角位是在302嘛，还有呢，啊，这个所谓的它第三大关在哪里？303，对不对？包括布林轨道线周 K 里头下线刚好啊，在当时下线就在303，啊，所以干脆给他来哈，所以呢，到时候只要他回下来朝30而来的话。那么在30元上廉价低估买点就会出现，资源堪称是4G 通讯工程里的受惠潜力股，它到底受惠什么东西呢？受惠什么东西？你现在看到报纸里头，大家都后知后觉了。看到10月8号继续哈，10月8号当时呢一步一步接近低档，当时我还把这个资源比照这个建汉呐哈，告诉会员那个建汉不要买，当时建汉股价比资源来的还要高，现在整个反过来了哈。那么大家是因为红海去买建汉啊，但是我说不要，你要知道智源呢，它有没有机会受惠？当然有啊，它是基地台的晶片代工厂，对不对？正是营运商初期建制所需。据悉，它的一个4G LTE 的基地台晶片已经陆续获得两岸相关啊这个设备厂的一个采用，现在报纸都在报啊，当时我们就知道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待试造作业完成派上用场的商机就。越来越加浓厚了，是不是啊？当时有财报利空给他下来好了，朝哪边而来哈，到时候中期底部29.5，第二支会出现，对应这个出现第二支高脚，已会整出多重的支撑在哪里？30.3附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现在大家知道哇，这个四季制造对他来讲这个是利多，人家早就该知道了，我们早就该知道了啊！所以你现在发现说，哎呦，给他这个样子拉起来之后，现在于是乎呢，打造双脚过颈线变成导底啊，这样图形测距满足点可以到哪里啊？对，这个关于四军，我们当时第一档看好的，接着呢看好什么？还记得吗？11月8号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过的。临行底的是谁？何勤吗？对不对？何勤股价，请问当时跟会员复读解说，股价还受阻于这个地方，现在呢，创高来到哪里了？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抛
后文有根据，慎言且自律，对谈要礼遇，沟通才效率，原创要尊重，三思才当漏，平宽是共用，畅通才会送。Online 任我行，笔谈不攻击，自律同理心，守法好公民。Everybody 李一通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Oh故真心照顾02-2781-0909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2781-0909。预防狂犬病，请不要接触猎捕或饲养野生动物，如果被动物咬伤或抓伤，请务必记住动物的特征，并立刻用清水冲洗消毒伤口，赶快就医。爱它就要带它去打疫苗，更不要抛弃它哦。预防狂犬病，多点警觉，多点安心。相关疑问请拨1922防疫专线。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。关于这个所谓社区概念股呢，进入那个所谓资源之后呢，再来就是合情了。合情这个一样给会员的复读解说，11月8号这个说林行迪当时压力在哪里？压力在哪里？16.55、17块在这里重叠压力关卡所在。在那个地方先不要追，先不要追哈。同时，你看到11月8号再给会员附上这一张呢，啊，所谓日 K 线啊，当时在这里面临压力，给他干脆拉回啊，拉回情况在这里有个多方护城河嘛，给他接近这一条河，接近这一条河。说着说着，请问他有接近吗？说着说着，他有接近吗？来看到11月12号，来打下一根啊，这根打下来像到底是跌停板一样，打到这个地方来啊，这样机会到了吗？11月12，11月12。结果呢，就趁那一根看到11月12号，对不对？低阶好股，这个低阶好股是指谁呢？来看到今日执行买进动作，乃低阶合情于跌停附近，有没有看到？低阶合情于跌停附近打下来，刚好到这个地方接近这一条河的，刚好是买进机会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现在你可以看到啊，请问这样的一个股价，当时所谓复读解说这个菱形底的，啊，当时还受阻这一道呢，16块多17块压力的。啊，现在呢，你可以看到嘛，股价到哪边去了？已经涨起来了，都已经突破了，到哪里？到哪里来了？19.2嘛，是不是？那你也可以看到，在当时我在节目当中跟你附图解说了，让你明白哈，这个全部性给它反弹起来，当时受阻于第一关17块，但是呢，给它呢。假以时日给它突破之后再起来之后，当然要朝向哪里？菱形底柜朝向哪边？第二关或第三关来嘛？第二关在什么地方？第二关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？嗯哼。第二大关请问在哪里？一个数目字出来了，19.2，19.2，看到了没有？第二大关19.2，今天涨到哪里？19.2，今天就涨到19.2啊。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叫你现在还要去追它了，做多的还有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的多单只有一档，只有这档突破下降趋势线了，第一大关还没到35.8啊，那个是周 K 啊，日 K 呢？看一下盘底，请问这个头肩底测距满足了还没？还没？
我多单就只有这么一档啦、啊。现在目前呐、啊，啊，同时告诉你啊，我空单更多啦。那个多单还没有正式涨，那个空单呢，或许真的要准备跌，你先来还来得及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是陈彦博，每次极地冒险，安全是我的坚持。我喜欢冒险，但绝不冒险酒后驾车。只要喝酒，就应该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。我不喝酒，我当指定驾驶，负责开车送朋友。啊，车来了，哎，或找亲友接送。拜拜。也可搭乘计程车。拜拜。只要喝酒就不开车，交通部关心您。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什么是友好？这当然。